刘叔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姐，你就别去了吧。荣家所有的兄弟都在外面拼命，我不能在这里干坐着。姐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分头行动。你去找一辆黄包车，万一有人受伤了，立刻送医院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 在我手上，都退后。 报告政委，后方发现大批日伪军，正朝承德而来，不足十里了。撤！大队长在里面拼命，避暑山庄有上千的鬼子，你怎么让他出来？你没听见吗？长城前线的日伪军已经撤回来了，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足十里了。政委，你救不救大队长，我管不着，可他是我们徐家军的大小姐。 喝令的兄弟们不能见死不救，兄弟们，跟我杀进城头！杀进城头！走，站住！下了他们的枪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谁敢动？谁敢动？谁敢动？干什么你？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政委，宿迁人撤起来可没这么快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保存实力，大队长是不会反对的。 中隊が張っている。奴らは出られん。 おい。
我只有两把枪了，我的箭也不多了，我还有两个手雷，我们要靠它冲出去。 到哪儿了？快到了，睡美了。我这肩让你靠得酸疼酸疼的。你是我大哥，我不靠着你，我靠谁呀？拿你没办法呀。停。 好，快去吧。
们已经出封锁城门了，你掩护他们出城，我挡住他们。好。小车，看车。你们先走，我去接应二航。荣石不是在害你，他是在帮你。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儿去。你是谁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让你都开始杀人了？走！你哪救枪啊？你告诉姐姐，荣叔。
救我！我不能死，我还没有给索杰报仇，这么死了，我没力去见他。如果说你撑住，姐姐求你，姐姐求你，姐姐长青太子求你，姐姐一定会救你。饶叔，你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救我！救我！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。救我！我还没给锁进。坚持住！替我挡子弹，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爸，你谁也不亲，那替你挡子弹是我的荣幸。等着我们去做呢，柔石。我太累了，我只想歇一歇。若是，若是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若是，若是，若是，你睁开眼睛，若是，若是，你睁开眼睛，若是，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啊，你不是还要保护我吗？啊，爱我就活下来。陪着我一起抗争，好吗？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，留下来保护我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恐怕真的坚持不住了。不，如石，不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如石。他和我不一样。如石，你醒醒啊！他和日本人没有一点仇恨，相反，日本人一直在极力拉拢他。他什么都没有失去，甚至会活得更好。但是他为了这个国家，
这个民族的尊严，顶着汉奸的帽子，忍受着世人的唾骂，把家人都拖进来努力战斗。可是到最后，他的心死了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也要把他拉回来。我一定要告诉他，就算他失去了一切，但至少还有我。你醒醒！你醒醒！快来！二小姐，没事吧？我给你看看。我知道我不配，可是我发过誓，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，我要保护你。你错过了日本鬼子，还有你们这些汉奸，夺走了我的善良。到底是谁把你变成这样？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报仇。没机会了，他们已经死了，徐家的二小姐也已经死了，现在的许二好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你要去哪儿？别跟着我，如果下次见到你你还是汉奸的话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大小姐，送来的太晚了，二少已经不行了。对不起，大小姐。Oh.
去我家，去把二少爷平时最喜欢穿的那套戏服拿来。是，大小姐。没跟他说借针头针管干什么吧？没有没有，开始大夫不愿意借，我好说歹说才借的。对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好，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喊一声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啊。啊，走。我庆幸自己是 O 型血，我不知道我的血还能不能让他醒过来，但是我必须做。他那些血都是为我而流的。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挡住了射向我的子弹，所以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。别再浪费你的血了，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。不，柔石，我也要你好好活着。现在你的身体里流着我的血，你就会好好活着。等你伤好了，你要保护我。
放心也好，我一定会活下来，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，去爱你。张赫，老子跟着你就是为了打鬼子，可鬼子就在眼皮子底下，你为什么不打？大小姐在山庄里被几百个鬼子埋伏着，你都见死不救，老子不跟你干了。何岭的兄弟们，跟我走！保存住这支队伍的力量，就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，打更多的鬼子。你说的好听，鬼子在你面前你都不打，留着队伍还有什么用？张赫，我算是彻底把你看清楚了，你就是没这个胆儿，你就是个懦夫。兄弟们，咱们打到长城去！站住！长城已经停战，连傅作义的59军都已经撤了，就你们这些人，过去了跟谁打？这你管不着。兄弟们，走！爹，那咱们呢？咱不能跟他们走，离开这支队伍，咱们什么都不是。啊，再说了，你媳妇儿，还有我媳妇儿，还在承德呢。啊，嘿，这位，咱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怎么救大队长的事儿吧。都先回营地休息吧。也行，爹，咱都一宿没睡了。咱回去商量商量去。兄弟们，走，都回去了。走了，回去休息了。走。你们也先回去吧。Thank you.
邱洪波不了解你，可是我知道你不是没有那个胆儿，你是为了大局着想。昨天晚上我还以为你会第一个冲下去呢。我想来着，可是我不是怕你生气吗？但政委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大队长现在生死未卜，我满脑门的官司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想说。什么话？你能不能？范小燕，我们是同志关系。我知道。所以说，该说的就说，不该说的就不要说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想说。你说吧。你能不能？你要急死我吗？你能不能你说呀？你能不能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？你要是不犯错，我就不会批评你。那我以后不犯错误了？